鸡腿买回来，你就像我这样做个辣椒鸡丁，鲜香滑嫩，好吃又下饭。把取好骨头的鸡腿先给它切成小丁，放适量的盐调底味，再来点白胡椒粉，倒上一点花雕酒去腥，再给它下手抓拌均匀，然后再放上一点淀粉给它抓匀备用。这时候咱再切一些青红辣椒配色提味，小料再准备点葱、姜、蒜、花椒粒，然后咱再起锅烧油，先把腌好的鸡丁花炒一下。这个鸡腿肉非常容易熟，看得完全一变色这都行了，这时候吃的都特别滑嫩，然后先给它盛出来备用。锅里边再来点油，放入准备好的小料，先给它炒香。炒香之后咱再放入青红辣椒，简单的扒两下，然后咱再下入鸡丁，来上一点花雕酒去腥，简单的扒两下，腥味一挥发，咱再来一点蚝油，再烹入点生抽提味，少来一点老抽上色，再次给它翻炒均匀。调味咱再放入点松茸鲜，少许了白糖，继续给它翻炒均匀，这都可以开灶了。咱这个辣椒炒鸡丁都做好了，我先给您尝尝。这鸡丁特别滑嫩，又香又入味，特别好吃。这小菜下酒下饭都不能。